享受一下有钱人的感觉吗？日本玩具厂商展示了他们所生产的薄像是纸张一样，散发出了玫瑰香味，外形呢是100块钱钞票的香皂。那么目前的这个钞票可以说是美元疲弱不振，所以玩具公司这个时候推出了这个泡泡浴的美钞，钞票上的富兰克林还眨着眼睛，而且呢这个美金哦的面额从100块钱也被1000块钱来取代了。那泡澡的时候呢，就可以泡这种钞票的香皂了。